重庆是中国直辖市，也是特大城市，国际大都市。总面积8.24万平方千米，比北京、上海、天津三个城市的总面积还大两倍多。近几年，重庆的经济一直稳步上升，在2017年前三个季度，重庆市 GDP 达到14309.18亿元，超过天津的13449.50亿元，成为仅次于北上广深的第五大城市。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西南部，东临湖北、湖南，南靠贵州，西接四川，北连陕西，是中国西南地区融贯东西、汇通南北的综合交通枢纽。重庆以江城著称，又以山城扬名，被称为桥都，市内桥梁总数居中国首位，也创下许多世界之最。这座让大家来了就走不出去的城市，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禁摩的大都市。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既是红岩精神起源的，又是巴渝文化发祥地，火锅、吊脚楼等影响深远。重庆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，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能有今日之成就，实属难得。如今，重庆人民虽然分属各地，但提到重庆，仍然会为家乡自豪。